在今天的节目上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生豆芽。这里呢就是我们要生的豆芽，你要提前呢把它泡一个晚上。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自己买的，我选的是有机的绿豆啊，所以质量会比较好一点。铺上一个棉布，放在你家里比较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每天你选一个固定的时间给它冲一下水，可以在我们的容器上面压一个重物，把它放在一个避光保存的地方。如果你要是让它进光多的话呢，生出来的豆芽会有一点点的红，这叫氧化啊。我就建议大家用这样子的，这是一个购物袋啊，你就把它这样罩一下，然后放在家里的阴凉的地方就可以了。让我们看看它长得什么样子。哇，已经长得快膨胀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看哦，哇，很嫩的哦，拿一根看一看。因为我压了重物的原因，所以呢这个豆芽长得是挺粗壮的，如果没有压重物的话它可能长得会更细一点。